大家好，我叫曾嘉恩，来自民主行动党。在这一次第十三届全国大选，我代表民主行动党出征 N45都浪区州议席，小弟出来竞选，为了是看到两县制的诞生。那么在 N45都浪选区呢，算是在罗富州新山的心脏，它是罗富州的首府。那么这个选区呢，有很大的治安的问题。除此之外，新山应该有更好的交通系统。好的交通系统就是公共交通系统呢，受到很多广泛人民的使用。当我走进马仁甘榜的时候，有一些老人家生活相当艰苦，他说他的老公病了，他连一个月100块都没有，让我更想进到这些马仁甘榜为他们服务。其中一个明年宣言小弟想要在这里强调的就是，我们将会做一个廉洁的政府，那就是说州议员、行政议员及他的亲属呢，在任的期间呢，不能够向州政府申请土地。在此呢，小弟呼吁在外国工作的朋友及亲戚朋友回乡投票，因为这是一场非常关键的选举，这50多年来就只有这么一次，我们很有机会能够拿下古城。小弟叫曾嘉恩，在这一届13届大选竞选 N45苏浪州选区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民联，让改朝换代可以催生。Ini kali lah, ubah sekarang. Selamatkan Malaysia.